任何艺术家的成长都离不开生他养他的土地，所以我要一次次回故乡来，在这里不断找寻我创作的灵感。我又要一次次的出国去，通过我的画，将我们民族的善良美德和蓬勃生机不断地传播出去。这是画家李思健的红花背油画系列，这幅姐姐的背窝窝，一个头戴银饰帽的小弟弟从小姐姐温暖的背窝窝里探出头来，一双亮亮的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红花背上鸟儿成对，鸳鸯成双，花儿盛开，这样的记忆永远在自健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个地方呢，是我童年留下很多记忆的地方。一个城里的小孩到这个乡下，特别的孤独，啊，那种记忆啊，常常伴我在一起的就是小狗啊、鸡啊、猫啊、羊啊这些动物，跟我们这个孩子作伴。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感受到很多的亲情，像那些老人家、老婆婆啊、老奶奶对我们都非常的好。虽然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底下，但是我留下了绝世一些很温馨的记忆。这种记忆后来在我的人性与爱里边呢，它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啊，在那些画面里边，充满了生活气息的那些姐弟呀，像那个放牛蛙呀那些作品，所以这种记忆也总是浮现，我的作品也就总是产生。这里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邵阳。1954年，画家李自健就出生在这座小城里。一个小商业者家庭，家中八个孩子，他排行老六。3岁那年，父亲含冤入狱。面对家境的突变，还在姐姐的背带中玩耍的小自健，开始变得听话乖巧。那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岁月，我们一家亲人啊，紧紧地围抱在一起，就是要度过这个艰难的岁月。所以一到假期呢，大的哥哥姐姐啊，带着我们的小弟弟妹妹，全家都出动去做这些苦工。大的就去挑那些繁重的体力的活，挑着干。像我们这个小的弟弟啊、妹妹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去捡煤渣、捡石子、捡橘子皮，一切能够养活自己的手段都用上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受到了哥哥、小哥哥们的那个影响，他们用笔啊在画那些连环画，我在旁边看，啊就。有了兴趣，于是我也在地下呀、涂鸦呀乱画，这样就开始了培养了一种学画的兴趣。李自健11岁那年，哥哥姐姐们纷纷开始了上山下乡。临行前曾对李自健再三叮嘱，希望弟弟能帮助妈妈挑起持家的重担。渐渐的，李自健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了母亲生活的艰辛。我的妈妈看到我有这个爱好啊，所以她再怎么艰苦，她都希望儿子能够学一点本事。所以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哪怕吃饭都没米下锅了，换点钱回来，去买一点颜料、纸笔啊，来给我学画。1969年，一位来自中央美院的精英陈锡川，在10年文化浩劫中遭遇不幸，被下放到了邵阳。这给在艺术边缘的李自健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别的都没什么喜好，就是想学画。我就看见这个小孩比一般人的用功那个勤奋，这一点给我非常感动。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是朋友，是师生，也是患难之交吧。因为我们有一些同病相怜的地方，在他身上不但学了很多的基本功，而且呢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外部世界，一个艺术的外部世界。在他带来的那些杂志啊、那些画片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西方的作品，是吧？这个呢，我也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学习艺术啊，是一定要去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去探寻，而不能停留在我这个小山城里。在陈锡川的指导下，
李自健的画技与日俱增。1972年冬天，邵阳要举办全市画展，在陈老师的启发下，李自健以自己修铁路时的一幅速写为基础，创作了油画《湘黔线上三八桥》。这幅普通工人创作的、表现妇女顶起半边天的作品，让李自健开始在湖南美术界崭露头角。也正是在这一年，刚刚恢复招生的中央美院在湖南招生，看上了李自健。但是在市招办一调档案，李自健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罪名立刻成了不可逾越的屏障。在此之后，当湖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招生时，却因为同样的原因，李自健再次与自己的大学梦想擦肩而过。那时候我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学徒工，然后做梦我都想能够考到学校里面去进行专业的学习美术，但是每一次来招生我都受到沉重的打击。我因为家庭的出身，等于说是完全剥夺了我这个进大学的这个权利，所以一次一次的打击使我后来已经灰心了。我就觉得我应该完全靠自己自学的努力，去加倍的努力，去达到我一个艺术的理想的境地。于是我就把积蓄下来的一点点钱把它红在自己的鞋垫底下，那背着一个夹板带着画就一路走啊，有时候走到哪里啊，睡在哪里，爬火车，爬煤罐车，爬那种装木材的车，种种办法就是跑到我想去的地方去学画。有一次在西安的火车站快到的时候，我在风雪在那个寒风中间吊着那个车门啊，那个把手啊，站了整整的一个多小时。当我松手的时候，我吊着铁轨上，人都差点死掉了。这就是我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但是就在这样的岁月里面，我觉得就这样的，我也要学画，也要学下去。1979年，择优录取的高考制度首度恢复。极度失落的李自健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他向往已久的艺术殿堂，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然而此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李自健，却在这座梦想中的艺术殿堂陷入了困境中。我们一群青年的学习艺术的朋友经常在一起探讨，我也是想怎么在这个艺术道路上能够确定自己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实际上那时候呢，我也画出了像三妹这样的农村题材的感人的画面，也参加了全国美展，但是我不知道我就应该在这里面走下去，我一直在犹豫。就在此时，一个19岁的写诗的女孩走进了李自健的画室，走进了他的画框。在若即若离之间，一幅通过心灵对话而自然流露出的肖像画，和一首清新淡雅镶满情感的诗，将两颗淳朴善良的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人家认为他那时候是不算什么，还不是很聪明什么，也没有钱，但是我认为他是很珍贵的，就是这里。我就觉得哎，这么一个很刻苦努力的人，其实画画也画这么好，为什么没有人喜欢呢？嗯，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发现了他，他们就是说我是慧眼识界嘛。但是我并不是像人们说的，好像你是因为同情他了或怎么样的，而且说我是属于看得到他的价值。结婚3年之后，妻子丹慧有了身孕，李自健突发奇想，画下了这位未来的母亲。心情很复杂，又有一点忧郁，又有点伤感，然后又有点喜悦，再加上当时年龄不是很大，也显得很单纯，有那么一种纯洁的那种美感。
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美感，它激起了我的一种强烈的表现的欲望，也就是激发起了我的一种艺术创作的灵感。我让他坐在那里，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画笔，让他坐下来，我对着他就画。这样我们连续地画了3-4天，他也很艰难地坐在那坐了几天，我们完成了这件作品。刚好那年冬天，第一届全国大展在上海举行，这幅名为《韵》的作品一经亮相就格外引人注目。这张画后来就推给我以后，日本的一对夫妇就一直从北京啊上海追到北京，北京追到湖南，要收这张画。后来这张画我自己没给他。作品《韵》是一幅充满了东方神韵、有着新古典主义精神的油画力作。情感交融的画面里，不仅是他们爱情结晶的呈现，更重要的是，它开始具备了一种人性与爱的总体印象和广义内涵。任何艺术家的成长都离不开生他养他的土地，所以我要一次次回故乡来，在这里不断找寻我创作的灵感。我又要一次次的出国去，通过我的画，将我们民族的善良美德和蓬勃生机不断地传播出去。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开始涌动着出国的热潮，儿时就有着云游世界梦想的李自健，再也按捺不住他那颗早已飞翔在艺术梦想王国的心。经过深思熟虑后，李自健决心告别妻子，出国闯荡。为了准备出国所需的资料，李自健把他特别珍爱的《韵》和另外一些作品印制了精美的画片。李自健发现，他几乎能在不具备出国条件的情况下顺利找到担保，顺利办妥签证，都是运带给他的运气。当时签证的时候英文也不行啊，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邀请啊，什么什么都没有这个牌，但是我把我的资料准备好以后，里面有这张画。当那个外国的签证官看了这张画的时候，他一下愣住了，因为在我前面的人都是淘汰了嘛，到了我的时候，我想我也肯定是这样的。结果他看了这张画以后，他也被这张画上面的一种很超脱的这种爱啊，这种境界打动了。他就说：“这是你太太吗？”我说：“是的。”他结果哎呀，画得太美了，那你给你签了。1988年深秋时间，李自健告别了年迈的父母、妻子，还有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只身前往美国。初到异域他乡，又是《韵》这幅画帮助李自健有了第一笔收入，为他在肖像领域开辟了一条维持生计的道路。尽管给人画肖像挣钱并不是李自健来美国的初衷，但他毕竟因此有了稳定的收入，并把曾5次遭遇拒签的妻子接到了美国。分别2年多，这个苦苦相思的过程也让妻子丹慧诗情泉涌，她曾用这样一首诗寄托了她对丈夫的思念：寒心的静夜，凝亮思念，疏疏的灯影里，斜斜的渡来你，也是一叶孤帆，已飘过浩渺的海洋，却划不出窄窄的心房。夫妻相聚之后，1991年的春天，李自健经人介绍结识了星云大师。在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就是这张画打动了星云大师啊。星云大师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看到了我这幅油画，那当时我不在，他是我的画廊的老板，当时把这张画挂在那里，他就记住了这张画，就一路上他就在想，这张画是谁画的，画得这么美，要是他能够画一批这样的画，具有一种人间的大爱的这种感觉，那就好了。结果呢，他就来
记住这个事情，半年以后见到星云大师，那么把这张画的印刷品当时拿给大师看的时候，大师就讲，啊，这张画原来是你画的，我一直想找你啊。哎呀，太好了，你今天来了，你能不能够画100幅画给我？我说画什么？我以为要我画菩萨、画观音，当然我也说好啊。他说我不要你画这些，你就画你太太这样的画。如果你这张你能够画一批这样的画带给这个世界的话，那是很美好的事情。当时我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我也不能深刻地理解它里面的含义，我只是答应了，我说那我就画。在星云大师的帮助下，李自健开始了他到美国后真正的艺术创作。他用画笔画下了妻子、孩子，他让自己的思绪静静地游回到了30多年的故土，追怀儿时的记忆，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在他的笔下流淌。在那个时间，我又找回了我的艺术上的自我，我不要为生活去画了，再也不要去为画肖像啊去卖钱了，我想创作什么就可以创作什么，我就重回到我童年的那些时代，我去回想我那些小时候的那些生活，放牛娃呀，当童那种童真的年代啊。后来我就用这张画技术发展，就产生了母女系列这样一个系列。从此以后开始了一个人性与爱的这个思想啊，就自己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1993年，李自健在历经500个日夜的努力工作，最终完成了星云大师的重托。当大师问起李自健完成100幅画后的计划时，李自健说出了埋在心里很久的一个梦想。大师那天把我请去，问我下一步打算怎么样。我说大师，我完成了这些作品以后，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些作品带给世界上更多的人看。我童年的一个梦想就想能够云游四海，到世界各地去游历，如今有了这些作品，我觉得这一行走来就更加有价值了。大师说好啊，我支持你这种想法，那你就带着这句话去云游四海吧。大师的一席话也给了我更大的鼓励，于是一个巡展全球、那云游世界这样的理想就在我的心目中间萌生了。1993年5月，李自健个人作品展在台湾举办，大获成功。而这次画展也成为了李自健环球巡展的起点。此后，李自健一直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也没有停下行路的脚步。Pictures are so realistic that as you go and you look at them, you feel kind of a kinship, like maybe you could almost talk to them.
has emotion in it, flow, its simplicity. Here is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and appreciated by people from America and by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 also think that his works really are very good at describing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involved.但画画的特别简单，就是背景也没什么，衣服也是黑的，就突出脸，特别是这一双眼睛，好像这一双眼睛就看过了一个人整个的精神的一种境界。内有诗书身自华嘛，有这句话就是说，这个内在的一种修炼就从容貌上表现出来，然后这个画家。他也是捕捉到了这种女人在这个年龄时候应有的光彩，而不是年轻的女孩子所能达到的那种艺术的美感。李自健吧，从80年代是吧，他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我觉得他呢特别可贵的一点呢，他很执着，就是说一直呢锲而不舍地用这样一种写实主义的这样一种艺术语言吧，来关注社会生活，是吧？关注生活中的那些人性和爱心的那样一种存在。2010年的4月17日，已经是56岁的李自健，带着自己为汶川创作的汶川瓦系列作品。又回到了祖国，这次他要以北京为起点，继续他的第四次环球巡展之旅。在这个寻回世界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走到今天变得非常坚定，坚定不移了。我是要用一生的努力去做这件作品了。大家可能过10年以后、20年以后，可能看到我还在画这个人心愿的作品，因为这个主题是永远画不完，它是可以跨过任何的国界、任何的种族、任何的地域，它都能够相通，也是我们人类世界现在大家都在寻求的一个终极价值。